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净土大经科注。请诸位同修先开注解642页。642页，请看倒数第三行：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深显华严，广狭自在，一多相融，世事外不可思议境界。这是一段，这一段的开示给我们说明《华严经》上所讲的十学门里面的两个门，我们昨天呢跟大家汇报的第二门广狭自在无碍门。现在请大家看参考资料上册232页，参考资料上册232页，请大家找第三门，一多相融不同门。一多相融不同门，有看到吗？好，他讲一上广狭无碍之意，一世分入于他一切法，他一切法之世分入于自一。这个世分是指权势地位，在此地世分可以理解为所占据的范围，我们现在一般讲势力范围、影响范围。我们每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个范围入于一切法，一切法是我们的生活环境、物质环境、人事环境等等，入于，这就是他一切法。他一切法我们今天讲气氛、氛围，那外国人说呢磁场。外面无论是人事环境还是物质环境的氛围，入到我，跟我就融成了一个，他影响我，我也影响他，这样彼此就会互相影响。如此一多互相融，曾不失一多之本位，谓之一多相融不同门。就像我们这个世界有人、有动物、有山河大地，我入这个范围没有失
益多的本位。我们并没有把理事融合成一体，清清楚楚，有自有他，这个是益多相融不同。是就法之适用，我们今天讲磁场氛围，说彼此之相入也。我入到这个磁场，磁场入到我们的身心，从这个地方呢，就能够看到佛菩萨用心非常的细致，他们观察事物啊，很周详，非常圆满。平常一般人呢，看着佛经这个说法呢，他不太容易啊体会。为什么难以理解呢？因为他有错误的观点，这个错误的观点就会导致他有错误的行为跟言论。麻烦的是什么呢？很容易造作罪过。哪一天我们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那在种种境界当中呢，我们就不会再继续造作罪过，我们所造作的都是无量功德。为什么？已经知道我跟一切人事物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原来我跟大家是一体的，既然是一体，就应该要互相的包容，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成就。举个很现实例子，如果您在家的周边，您房子周边种一些花草，您种这些花的时候很用心的去照顾它，这个花对您是什么样一个回报呢？非常好看。哪一天您不搭理它，让它自生自灭，它就变得呢无精打采了。你看这个植物啊，它也是有感情的嘞。所以呢，益多互相融，并没有失掉一，也没有失掉多，各自的本位。人是人，树是树，花是花，山是山，河是河，并没有失掉各自的本位，所以我们大家能够共同的生活在一块儿，彼此没有这个妨碍，这个叫做益多相融，不同门。而益多之二相存，故曰不同。一相一存，多相一存，这叫做不同。唐经卢舍那佛品，这是指的华严经，因为华严经呢有三次的翻译，唐朝时候的翻译的是八十华严。在卢舍那品里面讲到，以一国土满十方，十方入一，亦无余。我们如果把这个经文呢，稍微改一个字，大家更加容易去体会了。以一身土满十方，我一个人，我的身，我的土满十方，十方入一，亦无余。十方一正入一，也亦呢无余。世界本相亦不坏，无比功德故能耳。我们一生，我们居住的环境遍满十方，这就是讲的整体。整个宇宙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互相影响的。科学家呢有一个说法叫引力，它有一种力量在控制这个宇宙的次序。很现实吗？你看这个太阳跟月亮已经互为主伴，时间长不长？很长。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呢？万一哪天这个月亮它飞的这个轨道出问题了，你说地球上人担心不担心的？这最靠近的一个嘛，而且他个头那么大，
不要说月亮啊，光是一块陨石砸下来就不得了啊。还好这个宇宙呢有它的自然规律。那这个规律是什么呢？佛家讲得很清楚，一切法从心想生。真的整个宇宙呢都是自性变现的，自性的德能它自自然然就能够控制整个宇宙的自然的运转。所以我们看到极乐世界啊那么大，人那么多，不会有冲突。关键原因何在呢？大家都能够保持清净平等觉，所以他那里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这个世界可以讲现在问题是越来越多，毛病在哪呢？我们现在不接受圣贤教育，不认同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起心动念都是想到自己，私心很重，为大众想的就很少，这样子灾祸真的是连连。看到这样一个迹象，我们更应该要把圣贤教育、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学好，要把它发扬光大。这是讲到第三本，我们就学习到这儿。好，大家把参考资料收起来，我们继续看注解642页倒数第二行。642页倒数第二行，又为魔经一显掌中持世界之不可思议功德，经云助不可思议解脱菩萨。那这个就不是一般的菩萨了，他是法身大士，人家是住在不思议解脱境界。华严经讲的是华藏世界，无量寿经说的是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呢得到解脱，得到大自在。他们有什么本事呢？你看底下就介绍了，断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迦轮左右掌中，至过恒沙世界之外，其中众生不觉不知，己之所往，又复还至本处，都不使人有往来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你看了这段经文呢，就知道这个维摩经说的比无量寿经更加详细。从这我们就明白，明心见性的菩萨那个能力可大着嘞。大家应该都看过魔术表演吧，魔术师再怎么变，他能不能够变得过法身菩萨呢？没办法。所以呀，这个我们真的很希望这些科学家要好好读一下大乘经典。这些法身菩萨他可以断取三千大千世界，这是一个佛的教化区，十亿个银河系可以放在手上，并且怎么样呢？他可以右手把这个星系扔到左手，再从左手扔到右手，就好像一个球一样抛来抛去的。可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众生呢浑然不觉呀。这里还举了个古时候的例子，现在也有这个行业，就是那一个做陶瓷工艺的人，他用这个陶迦轮，这个轮就是那个车轮嘛，大家应该看过，电动的，然后呢旋转把陶土放上去，用他的手做成一个形状。那么这个菩萨们呢，他把这个星球星系当做这个陶土一样来随意的变动，它这个变动的距离很远的，多长啊？
横沙世界之外。从这里也想象到他的手长不长，对不对？这么远的距离跑过去，并且要把它再接回来。可是呢，这个世界里面的众生呢，感觉不到，并且这个世界呢还不会出问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哪一天来了一个很高大的人，把我们这个地球拎起来，然后扔来扔去的，你说我们这个地球众生受不受得了？所以要这个那些拍科幻电影的人，他最好也看一下佛经。但是佛经讲的不是科幻的，是真真实实的高科技、尖端科技。下面还有，有菩萨以佛土众生智之右掌，非智非道十方，遍视一切而不动本处。这个更加厉害，他不动本处也能够怎么样呢？非智十方。这个就告诉我们，法身菩萨他已经突破了一个限制空间，所以再怎么远对他来说不远，就在当下。他不但空间突破，时间也没有了。这个在白法明门论里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它是抽象概念，是不相应心法，不是真实的。念老在下面就跟我们讲了，极乐大众悉具如是不可思议威神功德。这也包括我们在内，我们现在看的这些经文呢，只是很惊讶，不敢怀疑，因为佛讲的嘛，但是还是不敢完全相信，没见过。可是一旦到达极乐世界呢，您就有这样的本事了。不过我们多说一句啊，虽然您有这样的一个本事，也不需要把那些三千大千世界啊特别扔来扔去嘛，是不是？只是说有这个能力，没必要玩这个游戏嘛，是不是？这样对人家也不是很尊重嘛。我们要礼敬诸佛，所以呢，心越清净，能耐就越大。我们现前要做的，就是尽量把自己内心里面的执着、分别、妄想，甚至于那个无明的习气，也要尽快把它洗刷干净。希望我们早一天呢，恢复原有的智慧，德能相好。其实呢，我们刚刚到达极乐世界啊，很多方面居然就跟阿弥陀佛一样了。虽然还没有完全一样，但是很多方面呢，都相同。所以呀，阿弥陀佛对我们大家的恩德无比的深广。此地还特别提到，身显圣众庄严，主办功德均不可思议。谁不可思议呢？阿弥陀佛是主，不可思议。我们是菩萨，我们是伴，可是在佛力的加持之下，您也有跟佛一样的智慧德能。下面再说回啊，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大弟子之一的大目犍连尊者。佛讲，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秀众生，予以昼夜悉知其速。这个能力很强。下面解释，有数据，就是刚才这一段，独标目连功德，举以为喻。刚才这一段话呢，是特别介绍啊大目犍连的神通。
知星宿宿，见汉无意。这个说法呢，出现在汉译本、无译本里面。汉译曰：摩诃目犍连，飞行似天下，一日一夜，遍数星之有几枚也。这个现在制造飞机的这些工程师啊，他应该要看一下这一句话。你看现在我们的飞机啊，再怎么先进，没这么大能力。这个四天下就是一个单位世界，北距泸州，东胜神州，南瞻部州，西牛货州，他逛一圈24小时全部都逛完了。然后呢，他也能够知道啊，这里面的众生啊，这个星球到底有多少颗。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依圆觉受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这一段是说明声闻无数，目连神通第一，假令十方众生同具目连之神通。这个当然是假设了，十方世界众生呢，都有跟大目犍连尊者一样的本事，以毕生之时间，他一辈子的时间，竭尽其智力，以共推算极乐世界圣众之数。大家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啊，去计算呢，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大众到底有多少？其所知者，未及彼土众数千万分之一。你看，才知道多少呢？千万分之一，这么少。所以啊，从这我们就知道极乐世界人口多。但当然呢，你也不必担心了，人口那么多，会不会人口爆炸呢？人口拥挤呢？不会。吃饭会不会出问题呢？不必担心。我们这边呢，担忧的事情非常多，其中一个是什么呢？地球的土地面积就这么大，自然资源就那么多，如果人口一直膨胀，那到时候吃穿用住等等都是麻烦。可是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所以人口再多都不会产生呢种种这些疑问。下面再用比喻啊来做一个说明。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悉为百分，遂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彼海孰多。底下再做一个解释。一毛言其为小也，更分为百分而更小也，入微尘则极小也。经上所讲这个毛呢，是说我们这个身上的汗毛，把它拔下来，然后呢竖着把它分为一百分，那百分之一的汗毛当然就更细小了，还有比这个更小的微尘。这个微尘呢，是科学家所讲的微中子。佛经里面有个术语叫做极微之微，或者叫做极微色，这都是最小的单位。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佛用这个比喻一说明呢，就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的大众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像大目犍连尊者这样的圣人所知道的极乐世界的数量非常有限。以此毛尘所沾得之水，欲所知之数，其不知者如大海水，以喻彼土圣众其数无量也。一般呢，我们都知道极乐世界的数量很多，但你多到什么个程度还是无法想象。那佛这么一举例子，我们大概就有个概念了。大目犍连尊者是代表二圣圣人，他们这个天眼呢，能够看到这个微尘。这个微尘呢，就是我们现在科学所讲的原子，但是那个最小的极微之微，阿罗汉毗湿佛就看不到，必须要达到八地菩萨才能够见到这个微中子。我们希望以后科学呢越来越先进，借由他们的机器能够呢观察到这个微中子。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前面是说这些圣人声闻很多，那这里讲那个方面更加重要。它是指什么呢？凡是生到那边的大众啊，大家的寿命也是很长的。不像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能够活多久。诸位同学，你想不想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可以活多久啊？有同学很害怕，他为什么怕知道呢？啊，只能够活到99岁啊，我现在都已经80了，那等于说我只有19年的寿命啊。举个例子啊，以前呢有一个女众老太太，她本来是身体蛮健康的，本来是蛮开朗一个人的，当然她也没学佛，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那么有一天呢，她的小孩就带着她去某个地方去算命，听说那个人算命先生算得不错，那个先生就跟他算喽，算了之后就跟他说了几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呢？哎呀，老人家，恭喜你哦，你高寿啊！因为那时候老太太已经80多岁了嘛。他说：“您老人家呢，大概是90多岁，高寿。”那旁边的小孩听，哦，还90多岁，哎呦，那不错嘞，现在80嘛，还有将近20年的寿命。没想到老人家听了这就不高兴了，从那时候开始就心情郁闷了。这不就是知事多时烦恼多吗？哎呀，假如他学佛的话，他就不会这样想了。我们想想，算命的人，他到底算的是准还是不准的？现在算的准的人少，蒙人的人多，他不说些好听的话，您怎么会把钱打给他呢？是不是？不可能。现在骗子很多，最好是学佛经，您才知道怎么样改变自己命运，让自己哦健康长寿。下面说，末段结合主班，教主寿命无量，国中一切大众亦皆如佛，寿命无量。所以啊，生到极乐世界，人人都是无量寿。再反观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寿命都不长，甚至在唐朝时候，白居易都很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人到70，古来稀呀。”再过一个月乌生就54了，如果说只能够活到70的话，现在还有16年，16年嘛，那我们就这样子算咯，
再讲个六年佛经，讲到60岁就不讲了，后面10年时间就拼命念佛了。当然这是假设，我们呢活多久不要去管它，活一天就上台讲一天，活一天就要发愿我要去极乐世界。其实早点去极乐世界好嘛，是不是？这边就算能够活到84000岁还不是要死，就算是活到80000大劫还不是要死翘翘，就算是烧出舍利子还不是要死，对不对？想开一点，这个人呢他就没有忧虑牵挂，要去极乐世界好像无量寿多快乐。弥陀大恩大德，微妙难思。这里呢讲到吗，那边的诸上善人无量无边，而且每一个人都是无量寿，这就是佛赐给我们大家的恩惠。待获往生者，一登彼土，便无退转。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升到极乐世界去，可以说个个都是待业往生，或者讲待获往生。就算是带这些业去啊，没关系，在佛力的加持之下，人人都证得圆满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因为您是八地菩萨嘛，那叫不动地，只有进步，不会再退转的。有福寿命无量，故于彼土皆可于一生之中补佛位而正其果。所以佛恩浩荡，真的第一条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永远不死，长寿嘛，无量寿。因为寿命长，所以我们在极乐世界呢，您纵然呢进步比较慢一点小一点也没有关系，迟早有一天您能够达到后补佛，最后呢能够证得圆满佛，这个结果就是妙觉如来。所以释迦牟尼佛呢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要求生极乐世界。那么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寿命都是有限有量的，佛来到这个世间的视线也是有限有量的，像师尊这一次才79年，不过呢到了底下第五尊佛弥勒佛来的时候，他的寿命就长了，他这个应化身的这个佛呢时间就比释迦牟尼佛要长，因为那时候众生呢福报大，相应的大家这个感得的佛身呢住世时间就久。此土既多退缘，又以寿命不过100年，故末法中10000人修道罕一得道。这是我们一定要给自己啊敲响警钟啊。此土就讲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一个现况呢？多退缘，真的，我们细细思考一下吧，观察一下，在我们身边的人，有几个人天天提醒您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多数人跟您讲什么呢？享受人生啊。说的具体一点，这个5欲6尘大家拼命的在追求。所以呢一般人他对这个了生死的事情呢没有看重，他对这个7情5欲非常有兴趣。我们内有这些强烈的烦恼，那外呢又加上人事物的诱惑，哪里不可能不动心的？所以说在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人退转很正常，
那个不退转，不正常，我们就是属于那个不正常那一类。但是我们这个不正常以后到了极乐世界就非常正常，那个现在很正常人他以后就不正常，他到哪里去呢？他就到了三途去了。现在不要看他很风光哦，哦，吃什么山珍海味，哎呀，怎么享受怎么享受，到以后啊，福报享尽了，就跟阎罗王他们就报道去了。所以我们呢，要过最平淡的生活。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舍弃了王位，他本来是可以做国王的嘛，不要。过最辛苦的、艰难的、最低下的这个生活，但是他每天很欢喜，他对这个物欲啊无所求。常言说得好，人道无求，品自高。佛每天只有日中一时，宿下一宿，三衣一钵。你看人家的生活多么朴素。那我们作为他的弟子，无论是出家在家，都要跟佛陀学习。佛来的世间呢，真的想把这个极乐世界的真相给我们说清楚。祖师大德来到我们这个地球，也是要把这个事实、把这个消息传递给我们。像近代的夏莲公，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但是人家做的事情就非常了不起啊。他这个功业可以影响到末法时期9000年，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写了一副对联：昨世无如念佛好，此生端为大经来。什么意思？在这个末法时期五浊恶世的时候，做什么事情最有意义呢？一心念佛，求生净土。那他老人家来到这个地球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做这个汇集的工作。他的得意门生念老继承老师的这个志愿，遵照老师的指教，他完成了一部著作，就是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这一个注解，6年的时间。所以他老人家呢，也是为了这部大经而来的。那师父上人60多年弘法，其实您仔细听了，讲了那么多的经，讲那么多的论，大圣经、小圣经、一圣经，说来说去都是把我们要导归到哪里去呢？西方净土咯。所以师父来的这边的目的是什么？接引我们大家回西方净土，老家啊！不学这个法门，不修这个法门，我们修别的法门难。所以此地就说嘛：10000人修行罕一得道，1/10000。你看这个比例哦，多么悬殊！而我们真正做到老实听话、真干，对于这部经、对这个法门毫不怀疑，坚定信愿，您就是属于哪一类的呢？就是善导大师所讲的万修万人去这一类。接着是往生论里面的偈颂：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佛受无量教化之众无量，所教人民皆同补处菩萨，故云善住持也。这一段的开示啊，非常难得，讲得很好。在极乐世界真的是啊，佛寿无量。你想想看，如果佛的寿命不长，他怎么能够教无量无边众生呢？所以第一个前提就是寿命要长久。
要把大家提高到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呢？不处菩萨，就是后不佛，像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一类的。那阿弥陀佛呢，他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教我们呢？可以的。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往生论就说了，他是正觉阿弥陀。当然他是寄诵，所以文字呢简单，五个字。那完整的话是什么呢？是无上正等正觉阿弥陀佛。这是对阿弥陀佛的一个评语。法王善住持，法王就是指的阿弥陀佛，说这个善就代表着他有圆满的智慧，究竟无比的方法。下面还有解释，佛受无量，教化之众无量，这个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内，因为我们再过几年就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们现在是暂时待在图文巴，过不了多久我们就是在极乐世界再次相遇。那个时候我们在极乐世界见面，你说大家开心不开心呢？不说话都知道，哦，你图文巴来的，呵呵，是不是很开心呢？所教人民皆同不处菩萨，这个人民呢就包括六道众生。当然在极乐世界往生的大众不是只有人跟天而已，是九法界众生都可以生到极乐国土。阿弥陀佛呢，对每一个往生的人是平等照顾，细心的照料，一定要帮助我们最后呢通通圆满成佛，他这个愿望才算是实现的。下面还有，这也是寄诵，如来净花中正觉花化生至彼佛会众。如来就是指的阿弥陀佛，正觉呢也是指的阿弥陀佛。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国土，皆于弥陀国土清净莲花中生。这就是无量寿经所说的，我们是莲花化生，而且这个莲花呢是清净的。我们这个星球上呢也有莲花，但是我们这边莲花呢没办法跟那边的莲花相比。皆从如来智慧清净海生，以及皆从弥陀自心中生也。原来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都是从哪里现出来的？都是从阿弥陀佛自心显现出来的。这就是大经里面所讲的一句话嘛，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呢是指的纯净纯善的真心，不是阿赖耶。我们十法界的众生是用的阿赖耶，是有真心，但是真心呢跟这个阿赖耶混在一块儿了。现在学佛嘛，要把这个阿赖耶转过来，一转过来我们这个环境就变了，变成是什么样子呢？就是经上所讲的清净无染的国度。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现的这个身呢是报身佛，他那个土呢太好了，叫十宝庄严土。换句话说，他那个世界是不生不灭的，就算是我们住在这个凡圣同居土，居然他那里呢也是不生不灭的。正觉莲花生，这个正觉花就是指的莲花，净花众这是说的菩萨。莲花化生好，这不像我们六道众生出生啊是四种状态，胎卵湿化。在座的有当妈妈的，您生的小孩，您跟您的小孩有没有情执啊？有，
不管他在不在您身边，您都会怎么样呢？对他常常惦记呀，是不是？所以呢，阿弥陀佛很有智慧，为了帮助我们大家放下烦恼，那我们升到极乐世界呢，就不用这四种方式，完全是用莲花，这就去除了不该有的这些烦恼。那我们到达那边呢，天天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下面再总结一下，是故彼国人民平等如佛，寿命亦皆无量，一生补佛。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因为生到极乐世界，不管您是什么品位，大家呢都是平等如佛。这个佛是谁？阿弥陀佛。我们跟阿弥陀佛哪里平等啊？诸位同修，首先从哪里要跟他平等啊？一般人比较着相嘛，是不是？所以您从莲花里面一出来，阿弥陀佛在那边等着您，那您就会觉得哪个地方跟佛一样呢？外表形象吗？高度、胖瘦等等等等，佛怎么样庄严呢？你跟他一样。这观经里面描述嘛，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好，八万四千光，光中还有佛做佛事，您居然就跟佛一样。这个情况在别的世界能不能够见得到？没有听过，只有在极乐世界看到。并且呢，佛的寿命无量，我们到达那边呢，寿命也是跟他一样，并且呢，一生正得后补佛。像释迦牟尼佛底下一个接班人后补佛呢，就是弥勒菩萨。他老人家什么时候从兜率天内院下来呢？要过57亿6000万年之后，他就来了。但是有人就说了，不会吧，我怎么现在就听说弥勒菩萨已经来了？有没有人说他是弥勒菩萨他来了呢？他胆子挺大的。我们在美国就听说了某某人说他是弥勒菩萨，更不可思议了，他说他是弥勒菩萨之后呢，他还不走，还赖在那个地方。而一般佛教就是这样的一个通例，什么时候曝光他的身份，他马上就要作画。所以那一个曝露他的身份然后还待在这个地方不走的人，那假的。我们可以考试他一下，你是弥勒菩萨是不是？哦，你飞起来让我看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然后再跟他说，你钻在地底下让我看一下，然后你再缩小让我看一下。他可能就找一些话来搪塞我们，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个骗子。现在骗子多啊，挺能言善道的，但是他对于那些深入经藏的人他骗不了，连那个深入经藏的人他都骗不了，那更何况是佛菩萨，那怎么可以骗得了呢？可是他就不知道护法神哦，那是有耐心，他那个耐心是有限的，太过火了，护法神会出手的，一出手就会收拾他。所以我们对于那些骗子也不要去管他，个人因果个人去受嘛，我们不要去管他。底下再说，可知极乐主办悉皆庄严功德成就。极乐世界的主是阿弥陀佛庄严，极乐世界的伴十方往生的菩萨也庄严，功德成就，这个我们不能够疏忽。为什么这么庄严？因为它是功德成就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不用福德，他说的是功德。功德跟福德相比有什么不同？其实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差异在哪里呢？做断恶修善利益众生的事情，他不着相，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起心动念，这样子得到的果报就是功德。假如说我们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啊，修行修得很辛苦，但是您呢特别计较自己做了什么事，所得到的都是福德。所以在佛门里面有一个例子嘛，很明显的，这个南北朝时代的梁武帝，他就没有修到功德，他修的是福报大。下面经文呢，是再一次的显示极乐世界的医报庄严。这个经文从第十四品到第十七品，分量还蛮大的。我们来看第十四品：宝树遍国第十四。本品重现极乐国土医报庄严，七宝行树周遍其国，此诸宝树或一宝独成，或多宝共作。在前面呢，我们也看到啊类似的介绍，但是前面所讲的是很简单，而这里开始讲这个宝树的庄严呢，就比较详细了。极乐世界也有树木花草，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这是阿弥陀佛呢随身我们大家的习气，我们喜欢嘛这些树木花草，所以在极乐世界呢也有这些植物。但是人家的植物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本呢？我们讲什么材料呢？七宝。诸位同学，等一下下了课您到处看一下我们这个道场，这些植物都是什么本呢？草本、木本，对不对？您家的草，哎呀，草本呢、啊、树呢木本，这就比不上极乐国土。树皆整齐庄严，光色殊妙，随风奏乐，音调和雅。此即第四十无量色树愿之成就。你看极乐世界的树多不可思议，整整齐齐排列的非常有次序。大家有没有去过加拿大？我们到这个郊外啊，您到这个山顶再看这下面的松树，都是非常整齐的一大片，很不可思议。它不是人工种的，是自然长的。而极乐世界的树呢比它还要好看。当然极乐世界的树啊被这个风一刮，它就会怎么样呢？发出微妙的发音。下面呢再做一个具体的说明。比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于宝。极乐世界啊，它是心想生。那这个心想呢，是谁的心想？是阿弥陀佛心想，还有我们大众往生的人心想。大家的心呢，都是纯净纯善的。因为大家的心很纯洁，所以所现出的这些植物，这里讲到树嘛，也都是啊奇妙无比。极乐世界这些树有单一的一种宝形成，黄金、白银、水晶等等。这个此地提到的琉璃，这是梵语，翻成中文呢叫做青色宝，所以它的颜色是青色。一切众宝皆不能坏，体坚色莹，世间稀有，
故名为宝。这就给我们定义什么是宝的意思。它这个体坚色银，世间稀有。银呢，是说它的光洁透明。我们这边的七宝体质就不够坚硬。有人说不会啊，黄金就很坚硬呢。是的，黄金是比较坚硬。请问黄金可不可以被溶解？可以的。所以我们这边的七宝还是不如人家嘞。琥珀玛瑙一阶世间珍宝，说这些宝贝啊，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地球上呢，大家看过、听过、接触过，所以佛就讲。但是极乐世界还有更多的宝，释迦牟尼佛没有说。为什么他不说呢？说的没用，说的我们也无法去想象。我们无法想象，就会在那边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一个宝，那是不是那边的宝呢？当然不是。不要说极乐世界的宝，我们无法想象，光是天上的宝，我们敢不敢想象？说的最现实的吧，天人穿的衣服，我们敢不敢想象呢？如果您从这个地球上啊，找一个最有名的设计师，给您做一套衣服出来，然后您好心好意带到天上去供养天王，天王要不要您这个人间的衣服啊？人家觉得擦桌子都是多余的，对不对？这种布料，哎呀，做地拖吧。当然他也谢谢我们了，大老远的上来一趟，来请坐，喝茶喝茶，让您喝下我们天上的茶是什么样的茶，没得比啊。福报不同所现出的境界那就差异很大。这是讲到单一的一种宝组成这棵树，那还有呢，混合成的宝会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前面是讲的单一的一种宝已经是很好看了，那这里呢就讲到不同的材料的宝组成这棵树。总之啊，这个七宝呢都是无比殊胜庄严，整个极乐世界它一切万物悉皆微妙其力，超于十方，岂真似此浊世之俗物。这个观点我们也要能够接受。我们这边呢，您挑出再怎么样稀有的这些珍宝都无法跟极乐世界那些宝物啊相比，因为大家这个修德不一样，性德开显的结果当然就不同。再看一下我们现前众生呢，真的是多数人造恶业多啊，还好有少数些人呢天天积功累德，才能够维持这个地球的正常运作。那我们呢也不要去打听谁是那少数真修的人，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天天在认真修。从今天早上醒来到现在，我们大家有没有读经听经念佛拜佛呢？应该要保持下去。下面再具体的说明，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这就讲得更加 细致了，底下再做个解释。又据往生论，则此宝树显国土庄严中，种种事功德成就。论曰：备诸珍宝性，具足妙庄严。
刚刚提到吧，我们这个世界的植物呢是草本、木本，极乐世界是全部都是珍宝，而且这个珍宝多到什么程度啊？一眼望去，无量无边，全部都是。多到什么样的情形呢？多到您都无法想象，脚下踩的都是宝。大地是什么地啊？琉璃地。地上还有鹿，鹿是什么材料呢？黄金为地。诸位同学，你现在看一下地面是什么地啊？土地、草地、沙土地。人家啊，虽然也有沙，但是人家是什么沙？金沙。这没得比，而且他那个沙还会放光。树是妙宝所成，是即备诸珍宝性之潜意。这还是简单的解释呢。那进一步说呢，深言之，盖显弥陀之性德，一切妙宝皆弥陀性德所本具。原来极乐世界这么多的植物啊，当然这是七宝植物，从哪里来的呢？都是阿弥陀佛性德所流现。还有一点我们要说明一下，阿弥陀佛的性德跟我们的性德是什么关系啊？是一，不是二。所以讲阿弥陀佛的性德就是在说我们的性德。我们的性德怎么样呢？慧能大师讲得很清楚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还有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因此修学八万四千法门，包括净土法门，目的何在呢？就是要开启我们每一个众生的自信的大门呐、啊！把这个性德之门一打开，你就看到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从今天起，我们要会去用自己的心才对，不要再胡思乱想了。我们人呢，挺有意思的，叫我们不想，偏偏要去想；叫我们不要去执着，非要执着；叫我们不分别呢，他自动自发的都会在那边分别。这都在造业呀，不好。既然想，既然分别，既然执着，我们怎么去做这件事情而不造业呢？还能够帮助我们积功累德呢？阿弥陀佛很有智慧，他就教我们去想，想想阿弥陀佛，分别就分别极乐世界，分别阿弥陀佛，执着呢就执着这句佛号。这么去思维，能够帮助我们了脱生死，出离十法界，到达极乐世界，就住在十宝土。这是别的法门呢，很不一样的地方。别的法门是不允许我们这样做的。你看宗门有一句话怎么说？这禅宗讲了吗？念佛一生，漱口三日，就是各个门派哦，这个修行方法就不一样，他就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可是我们净宗怎么样呢？提倡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有人他听了这两个说法，他就不晓得要跟哪一个去做了。我们问一下自己好了，您是修净宗的根性呢，还是修禅宗的根性呢？看一下六祖法宝坛经，你就知道自己什么根性嘛。菩萨那个能耐哦，不能够勉强啊。而这个净土法门是三根菩提，立顿全收，所以老老实实念佛可靠稳当。依宝中备具一切珍宝之妙德，这个就是十玄门里面所讲的，也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
具足妙庄严者，你看极乐世界方方面面的全都具足什么呢？无量的庄严。可是我们这个世界具足什么？说的不好听一点，具足的贪嗔痴慢。你看现在人跟人见面了，讲什么话题最多啊？赚多少钱？在哪里可以发大财？怎么可以当官？怎么可以享受？你看都讨论这些话题，这都是在助长什么呢？自己的贪心，自己的嗔心、傲慢心。不像极乐世界啊，人人都是修清净平等慈悲的，所以他那里环境理想，住起来舒服，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我们想要把这句佛号念好，那就一定要把这个世间的人事物真正要能够放得下，要把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要能够舍弃得了。看一下净土圣贤录，那些已经往生的出家在家大德，他凭什么能够念个三年五载就可以往生呢？因为他有做到九个字，觉明妙行菩萨提倡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我们就算不能够做到晚上念佛不间断的，至少白天您要怎么样的不间断。甚至我们要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能力呢？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不必借助念佛机，您自己心中也能够有佛号冒出来，跟人家开口闭口说的全是阿弥陀佛，人家以后跟你讲什么话您全都回他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好，以后没有人再来找您讲话了，因为他知道跟你讲话没用，您答的全部是阿弥陀佛。这样子好不好？这样好。您不要啊，他说一句话您就说十句话，还在想啊，怎么最近都没人来找我讲话，怎么大家都不理我了，说我哪些地方做的他不高兴呢？没有人来找您好啊，这偶遇大师都已经说过了吗？不是，是善导大师讲的，善导大师都说过吗？没有人来找您好啊，正当念佛啊。下面讲了这个具足妙庄严这句话，浅言之，简单来说，乃下文中容色光耀与出五音声等意。这是简单来讲。再深一点的呢，深言之，则一一宝树皆是圆明具德。这就讲到究竟处了。的的确确啊，极乐国土呢，任何一法都是圆满的，都是光明的，都是具足万德庄严。那个庄严的相啊，我们真的是无法想象，怎么样去说也说不出来。那佛菩萨去讲，讲上无量劫都讲不完。诸同修，我们这次还是讲述的，都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了。下面再说另外一个方面，各自一行，行行相直，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失。前面一段呢，是讲到树的这个体质都是七宝所造就的，而刚才这段经文是表什么呢？树成行，一排一排的，一行一行的，井然有序呀，一点都不凌乱。有人呢，他就有一个妄想，这个树啊这么多，阿弥陀佛有没有安排菩萨们下课之后每个人拿着剪刀把这个树要定期的修剪一下，要剪树？请问要不要这样去做？不需要。你看我们这边的草时间久了长高了就要去剪它，要割它，树枝呢还要定期的去修剪，
这样才好看。那边的树不需要这样子。他那边的树木很有意思，你想要它长一点，它就长一点；想要它矮一点，它就矮一点；想要它短一点，它就短一点，随您的意愿。光色明丽，每一棵树呢，都是大放光彩，颜色特别的美丽好看。正往生论中庄严地成就，即云杂树亦光色。这里又举出往生论里面的经文做证据。极乐国土地平如掌，请问他那里为什么是大地是平的？心平，地就平。我们这些人心平不平呢？不平。为什么大家不平呢？因为你有妄想，你有分别有执着，所以地就不平喽，是不是？你看一走出去，我们这个地就是凹凸不一样。杂色宝树遍满其国，每一棵树啊，妙不可言，全都是呢性德显现出来的。上覆宝网，下饰宝篮，皆表地庄严也。本来这些树啊都已经是宝了，上面呢还要覆盖着什么七宝的这个网，下面呢还有这个栏杆，我们讲有步道，这都是装饰。这些表什么呢？表大地庄严。各自一行是表种种不同之宝树，各个一类成行。的的确确啊，极乐世界这些树木花草呢都是称性的，所以啊，您无论走到哪里去观光，都是赏心悦目的。我们这里的郊外呢，看这些植物，它是一类一类的聚集在一块，有的呢是排的比较整齐，有的呢不是很整齐，而在极乐世界呢，通通都是整齐庄严的。行行相直，定善意曰，这个定善意是善导大师写的，他在四帖书里面是第三个部分解释呢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的十六观的定善十三观。这个定善是修禅定往生，十六观经前面十三种都是属于这个定善，定功浅深不一样。定善标准至少要达到一心不乱。在这个定善义里面说，彼国灵树虽多，行行整直而无杂乱也。这就是非常的严密有次序整齐。宝者会书曰，实为果实不差其处，故云相当。什么叫不差其处呢？念老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就是恰在其位呀。请问大家会不会画画？那个会画画的人呢，他就懂得这个意思了。一幅画真的不能够多一笔，也不能够差那一笔，多一笔画蛇添足，少一笔呢就有所缺陷。极乐世界这个树啊，该有这片叶子就不能够缺它，该有那一颗果就一定要挂着它。总而言之啊，让我们看的这些宝树呢都会生大欢喜心。其实说到这里，大家想不想从极乐世界搬一棵树过来放在您家后院呢？如果有这么一棵树啊，可能土木巴的市长就会登门拜访了。可把您家这棵树放在我们这个市中心的公园，让大家一起来瞻视，美不胜收嘛。
下面再解释，容色就是繁茂的形色，光耀呢是光明显耀，不可胜失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目不暇及呀，看着我们的眼花缭乱的。所以呢，五色缤纷，目光难辨。假如我们这边能够派一个同修到极乐世界，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录一段，然后在那边发过来给我们看，你会怎么样？很向往啊！其实我们在这里讲上几百个小时，都不如看一片那，看一段那边的真正的视频。当然了，我们现在没这个福报，去不了，那只能够呢，通过经文来了解到极乐世界的医报这么样的殊胜。他那里之所以这么好，有因有缘，因是什么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愿。缘是什么呢？是一切众生真正做到的信愿持名，所以才导致他那里医报正报无比殊胜。下面还是导公所说的，有定善一云，珠宝灵粟皆从弥陀无漏心中流出。这讲得更加的具体。所以那边的七宝树是怎么出现的呢？是从阿弥陀佛无漏心变现出来的。我们这边的树是怎么来的呢？换一个字，从有漏心变化出来的。现在请大家看参考资料下册824页，参考资料下册824页，824，大家找无漏。有看到吗？好，他说这里有漏无漏，无漏这一条，你烦恼之清净法，即不为增长他烦恼缘之法，谓之无漏。也就是自己身心清净，烦恼习气啊都断尽了，这个叫做无漏。小圣身为缘觉，他们这个无漏呢仅限于见识烦恼断掉。诸漏永尽，非漏随增，性净圆明，故名无漏。再提升那就更加殊胜，非漏就是无漏，所有的烦恼断尽，纯净纯善天天增长，这叫做性净圆明。而我们的自信又是什么样子呢？本自清净，圆满光明，智慧德能向好呢，都在其中。若在佛国，乃为究竟无漏仪。这是说到最高层次，这跟等觉菩萨相比呢，他的功夫更好。所以佛这个无漏真的是到家了，究竟无缺。好，大家把参考资料收起来，这是讲到这个无漏。我们继续看这个注解，注解里面呢，善导大师跟我们说，这些七宝树都是从弥陀无漏心中流出。这也是在提醒我们，从今天起啊，不能够再让自己的心啊生烦恼了。诸位同修，从今天早上起到现在，我们大家有没有生气啊？没有。敢不敢保证后面十几个小时也不生气呢？您这么快就点头了，你有，那很好，这不错了，是不是？光是今天不发火还不行呢，希望我们这一年呢，这个后面的
200多天都要做到这一点，也希望我们这后面的余生也要保持清净平等。要知道这个世间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这个话我们已经讲了很多遍了，不要再跟别人斤斤计较，要保持自己无漏心重要啊。后面再说，有佛心是无漏故，其数亦是无漏也，乃至亦无老死者，亦无小生者。为什么极乐世界的数是被称为无漏呢？因为佛的心是无漏的，数是从佛心变出来的嘛。甚至于呢，那边也没有老死这个现象，也没有呢小生这个情况。什么叫小生啊？是说从出生到成长天天变异，这个叫做小生。一般常说嘛，相似相续相，这个叫做小生。亦无出生见长者，你看我们人出生一个小胎儿慢慢的长大，在极乐世界没有这样的现象。起即同时顿起，换句话说，极乐世界这些万物啊，它出现的时候是同时出现。大家应该看过这一个投影机，你看把那个相片呢放在那个灯那个灯那个座位上，然后一下子打到了那个屏幕上，整个屏幕上就现出整个那个相片上的所有的画面。量数等齐，数目一行一行的，不管是纵向还是横向，都是非常的有这个次序。何以然者？为什么它这么好呢？彼界位是无漏无生之界，因为它那个世界是不生不灭的一个境界，我们这边呢是有生有灭，岂有生死见长之意也？所以在极乐国土见不到人呢，有出生有老有病有死这个现象全都看不到。后面是念老所说的准上之意，根据上面的意思，则彼国宝树皆阿弥陀无漏心中所流出，无有老死亦无千变，故出生与见长之相。从这么介绍啊，我们就懂得了极乐国土真的是跟其他佛刹大不相同啊。佛的十报土是一样的，都是一真法界，但是呢讲到方便土凡圣同居土那就不同。可是在极乐世界怎么样呢？凡圣同居土、十报土、这个方便土都是一样的美好。彼土是无生之界，这讲极乐世界是无生无灭的一个世界。我们在这边呢，之所以有生有灭，是因为我们有念头起起伏伏。假如哪一天我们大家都不打妄想了，都不执着，都不分别了，这个世界就会怎么样呢？马上就变了，变成什么？一真法界。理论上说说得过去，实际状况是什么？我们不要说别人他不会打妄想，不会分别，不会执着，我们自己做不做得到这一点呢？做不到。所以呀，这个理想的修学环境就显得特别重要。那阿弥陀佛呢，为了让我们大家在极乐世界住得安心开心，他就至少在树木花草这个方面呢，就为我们设想的极其周到。后面再讲，故灵宿亦住无声，七宝树全都是不生不灭，亦是无量寿，
在那边佛菩萨是无量寿，树木花草也是无量寿，有情无情平等一位。有情是指的菩萨，无情是指的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大家呢平等一位。浑轮是个不可思议呀！胡轮，这个胡轮呢，就是指完整整个，它整个状况呢，都是啊完美无缺的一个状态。以不可思议故，如下所云：速出妙音，自然相和。因为宝树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后面经文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宝树啊，不但好看，它还更能够发出呢您所愿意听的种种法音出来。那这个作用啊，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树呢，也目前来说见不到的这个现象。不要说现在见不到，可能再过9000年也见不到。等到哪天我们这个世界变成了极乐世界，那就可以呢通通看到跟极乐国土一样的景象了。好，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这儿。我学悟圣初习念讲，难免有讲错以及疏漏之处，如果有任何错误，敬请诸位大德予以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